各位爱护台湾生态的好朋友大家好。人生总是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和生生不息的希望。林鵰为台湾大型猛禽，身长约67至81公分，翅膀伸展后长约164至178公分，重量大约1000至1600公克，是台湾留鸟猛禽中翼展最长的。雌雄鸟同型，全身大致上为暗褐色，尾羽有不明显的淡色横纹，嘴基为黄色、先端灰色、蜡膜黄色、眼暗褐色、眼先及嘴灰黑色、指黄色、爪黑色长，此为辨识上的重点。飞行时双翼宽长，近体侧较窄，翼端指叉有七枚且明显上翹，尾羽成角型。林鵰栖息于中低海拔，林相完整的天然林和混合林，以樹棲性小型哺乳动物，鼠类、鸟类及卵为主要食物，求偶期雄鸟会有波浪状飞行行为。每年2月至7月是林鵰繁殖期。林鵰分布于亚洲南部、中南半岛与南太平洋，在台湾宜兰福山、台中大雪山、南投横山、嘉义阿里山、高雄藤枝林道、屏东马家和北大武山、台东立嘉林道、垦丁国家公园都有机会和林鵰相遇。生命何苦难为其他生命，今日鸟类明日人类。布萊克獨木舟生態研究中心2023年5月28日感恩。